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那个中央大学物理系朱庆琦，名牌忘星光，等一下补一下。这个非常欢迎今天来参各位来参加这个假日科学广场的活动哦。我们今天这个活动，因为邀请到的是高雄的贵宾哦，所以你看连天气都这么配合。你看今天天气多好啊，不知道是高雄人要来，为什么知道是高雄的贵宾要来？你看一星二胜三多啊、哦，这是什么？高雄的鹿鸣嘛。所以我们今天的活动会这个非常的南台湾，非常热情，非常阳光。对，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讲者哈，今天的陈老师，我们就称他陈老师哈，是来自于高雄科学工艺博物馆科教组的任职于那里科技教育组，对，科技教育组，怎么不叫科学教育组？啊，有这么多？哦，好，差不多哈，科技科学都很接近。那不晓得在座有去过高雄的科工馆的朋友，可以举个手。高雄哦，还蛮多的。可能没看过我啦。高雄科工馆，我建议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一下，就非常好玩。然后他们的展品设计各方面都非常有专业的这个水准，还有包括他们的这个任职的这些老师们哦，这个学养都非常丰富。那这个陈老师哦，比较喜欢人家叫他 Nielsen， 好，然后我都在前面给他加一个 handsome， 就是很帅的 Nielsen 先生啊。那我们 Nielsen 哦，我觉得我自己先只谈一个我最敬佩的，就是他常常到这个山地乡哦，或者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去办很多科学的活动，比如说什么马盖生求生营啊这一类的。我们当然是希望以后有机会啦，也许来我们这边也办一场，不用到什么偏僻的地方，山地里，就在我们中央大学校园里办一个求生营，应该就会蛮好玩的。好，那今天的活动哦，就是非常精彩，然后要先各位预告一下，你跟我这个问小朋友就好了，你今天是跟爸爸妈妈一起来，小朋友请举手。好，谢谢。今天的活动呢，有可能你会跟其他的阿姨跟叔叔一组，这样可以吗？还是你一定要黏着自己的爸爸妈妈？不一定，对不对？我们很独立，我们很厉害，自己都会做很多事情，不一定要黏着爸爸妈妈。所以待会分组的时候，各位家长可能请注意一下，你不一定会跟你的小朋友在一起。那如果太小的小朋友的话 ，OK， 但是稍微有点就是我们觉得你是 OK， 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小朋友，我们会希望就是稍微跟这个去接触一下别的阿姨啊、叔叔啊、伯伯、婶婶的。OK， 好，那今天的活动我们现在因为很精彩啦，我们这边来，这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新闻，跟大家讲一下哦。今年的这个物理奥林匹亚，我们的总冠军哦，很厉害哦，不但总冠军，最佳实验、最佳理论、最佳女生都是我们台湾得的，多厉害啊！这个很更厉害的是，我告诉每个都认识。真的、哦？没有，不过这个还是新闻，我不知道。认识，因为我看到报纸就把它剪下来。我跟你讲，我连讲，就我每个都认识。第一个，这个是建中的学生啊、哦、，OK， 建中这个帅哥了啊、哦。第二个，这个叫做这台南一中的学生，李炎。对，也就是台南一中的学生啊，跟着这个徐乃伦。那为什么我认识他？因为我在高雄科学工艺博物馆呢办的，每一年都有个力学竞赛，为高中生办的。一定要请参加他来。真的，哦，都好巧合了。我本来今天有播这新闻呢，我在报纸车上看到的了哈。那这个小子哈，我叫小子啊。我为什么叫他小子呢？这个小子在他国三，他读台南市的建新国中，他就是越级去报名啊。那我看到他报名的时候，我以为他写错了，因为他是高中生可以参加。啊，他就国三就去报名参加，没想到他竟然入围决赛，也没想到他竟然入围两岸力学竞赛的代表啦，就跟着我到什么地方？到西安的交通大学的上海，西安的交通大学的附属，西安交通大学啦，就跟着我去哦。那这小子更好玩，因为哦，西安很大，西安就是他在长安城嘛。长安城如果不知道没关系，就是听那首歌叫做什么《青花瓷》，有没有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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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
著作主张跑回去旅馆，跑回去旅馆做什么我不知道，他也没跟我讲，他就跑回去，我们约好了找不到人呢，整个长安城我把他翻遍了，就是没想到他回去了。他的脑袋瓜也聪明，可是不会解决这种事情，不会解决什么事情，他离开了队伍要让我知道，我整个唐安城我还爸爸跟公安去报警哦，我说我丢了一个人，我还跟他爸爸妈妈说呢，打电话从中国大陆的西安打电话回来说我找不到你到底好生样啦，我们约会的时候才对不起我讲你来我们约好了他不见了啦，他不照我的时间过来啦，所以我跟他非常的印象深刻，他脑袋瓜很聪明，可是这种生活管理我觉得很奇怪哦，不是说差了就很奇怪了哦，超乎我的想象之外，他没有想到别人要怎么做都没有、哦、好，这一个这个跟我去哪里？这个去年跟我去，这个叫徐子敏，是在台中的坚城中学。去哪里？去那个，南京河海大学，就是我穿这个制服这个河海大学，也是两岸力学交流的学生台湾的代表。OK， 那这一个第三个女生，这个女生就是赵玲雅，哎，你看到名字就知道了，赵玲雅，她北一女生的北一女装，哎，这两个人在那个两岸力学交流的时候互相认识。讲好就说要参加用物理跟英文辩论啊，用物理哦，就是用英文辩论，然后就很有趣哈、哦。那这个呢没有参加，就是入围的时候，这个最右边这个人都没有入围啊，这个啊，但是他的名字比较 popular 啊，叫蔡佳典啊，这个。那这三个人都是在我生命中里面碰到的很可爱的人啊。那我会因为我在科学公益博物馆呢办了很多。营队活动有大大小小老老少少 ，OK， 那我也走过了很多千山万水啊 ，OK， 我到第一年哈、哦，就是说民国当完兵的时候，就跑到尼泊尔去爬山，一爬山就被老师骂，口渴坏掉，跑去别的地方不跑，跑到尼泊尔爬山，跑到尼泊尔爬山就被老师骂，回来老师就说，不要损拜到这，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为什么要去啊，啊，我是一个坏蛋啊，因为我喜欢这样跑，都跑西跑，那上个月我跑去纽西兰，啊。那个人就跟我讲，那有些那个主持人就跟老师一样，就跟我讲，哎，你是台湾第一个台湾人站在这个舞台上哎，我吓一跳，不成个台湾人站在那个舞台上表演科学跟大家分享啊。我说我表演这个又不是什么特别的，他说你勇敢就是很厉害了、啊，所以各位今天都很勇敢啊，勇敢就很厉害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故事可能告诉我们一个结论啊，哈，就是各位啊，如果你们要得那个物理奥林匹亚的冠军、总冠军，什么什么最佳理论、最佳实验奖哦，第一件事情可能要先认识我们陈老师，所以今天在座都有机会。那现在就把时间交给陈老师，因为今天节目很精彩哦，我们把时间留下来。好，好啊，各位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在门口写的叫十字标哈、哦，就是我们做十字标。那做十字标，等一下每个人都会做一个作品带回去。那还没做完十字标以前呢、哦，我们到了纽西兰去的时候，他们也在做标，他们做非常非常多的标，他看到我这个十字标，他就把我的标拿走了。为什么？他们那边只用手弹，用手弹啊，用手弹手会痛，小朋友这么小的没办法玩。OK， 所以等一下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标，我们做完了以后要去外面练习，这边空间不够大，去外面练习，练习完了要回到这边来，我们要比赛，这样懂吗？那既然是比赛哈，既然是比赛，我们等一下分组。要分组哦，那我们分成几组？分成一心、二圣、三多、四维、五福、六合、七贤、八德、九如、十全啊、哦，分成十组。刚好这边有十张桌子，如果你的桌子上面编号写零三的，表示是三多；你的编号是零四的，四维，就一心、二圣、三多、四维、五福、六合、七贤、八德、九如、十全。接下来，我们每一个我们这个活动有很多，有三到四个比赛，听懂吗？有三到四个比赛，这三到四个比赛人人有机会，个个来把握。到最后的得奖者不是一个人哦，不是一个人哦。如果三多是总积分最高分，三多通通有奖。好啦，问题就会出现啦。假如三多是考早，大家都有，啊你啊有啊有，大家零分差不多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如果你的爸爸妈妈去帮助别人，你的机会就更大。为什么？你的爸爸妈妈搞不好现在是转过来，这样懂意思没有？搞不好是这样子啊，啊、哦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分组的时候呢，我们让大人呢去分组。那问题来了，大人要去哪里？来，我要跟你玩那个生命中可爱的游戏。人哈、哦，人很奇怪，人大概80%也可以靠自己努力啊，可以靠自己奋斗啦。20%是靠别人帮你决定你的命运。有没有？你没办法选择老公，你没办法选择小朋友，你甚至也不能选择同事，你没办法选择校长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很多人生没办法选择呢。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这样子哈，大人只要你不能愿意离开你的子女的大人就请上来，上来的时候请你写上你的名字，
简单一个字就好，你认得你就好，你写个英文字也可以，写个简单绰号也没关系。然后去，同时，请你在这边画线，至少画一条，最多画三条，在这格子两条线的中间画格子画线，这样懂意思吗？一次十个人上来，依序上来，来从这边大人来，请开始，我们节省时间来。啊，第二个请准备，啊，请上来哈，请上来啊、哦。如果你们上来的话，来这边开始画，写上名字，还要写。第三个来，写名字写在下面对。啊，写上这样，下面这边的地方写上，对，写随便你，你一个人记不住，对，随便写下面，嗯，随便写下面哦。啊，画是横线两条线中间，至少一条，最多三条，来写上去，不是不是，在两条线中间，两线中间，好、啊、来，哎，写在最少三条，在名字下线的下面，会哈、哦，写在这条线下面，好来。好，张，好来，贺，张，好来，贺，一条，来，接下来，你可以再画，哎，这个游戏等一下哈、哦，大人都会有一下玩哦，这个一个生命中一个非常有趣的你龙我龙哈、啊，好，很好，来，贺，十个满了以后等一下第二批哈，对，先这个下，是嘛哈，啊，是嘛，是。好 ，fine， good， 来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谁？啊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下来，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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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来，下面你啊，啊，小心这个有 cable 哈、哦，来，走，走上去。好好，来，这边要做票举的人，够吗？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，来，阿强，快来，来，啊，搁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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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来。静好哈，好，要静好，来 ，OK， 哥，好，各位，接下来，请注意看哦，这里面的线都是彼此画的，不是我画的嘛 ？OK， 我们等一下怎么走路是要去一心，走路是这样哦，沿着就是往前走，看到叉子要转弯，这么简单，两个条件而已啊。我们呢会去哪里？往前走，走，转弯上去走，转弯上去走，转弯上去走，啊，他会拿好你，慢点你抱抱到六合，来，我们到四呢。阿四请到一心，堂堂呢？到二正，阿三呢？到十全，好来，我们的静呢？来到八德，阿刚，好到三多，阿刚记得上三多哈，阿用，到五福，哎不对不对，用到五福哈，来我们的 Ken。You are allocated to team number seven, Ken, 到七贤，阿亮，阿亮到四维，好，阿明一定有人问会冲堂了，来，我们看阿明去哪里哈、哦？到九五，哎，没有一个冲堂的嘞，请起立，啊、哦，是一个同学，哎，请起立，好，来来来，哎，一心二正三东四维，五六和七贤八德九四全，好好，七到十就没人了哈，请各位。这条线不是我画的嘛，哈、哦，是彼此画的啦。我们的命运都是互相来牵扯来牵扯去的啦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画了线，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第二批的家长请准备哦。第二批的好了吗？啊，如果你还没画线的，麻烦请上来。啊。来，第二批的家长请上来。啊，第二批的来，我这边擦掉。一样，写上名字画线啊。至少一条，最高三条半，不能超过三条。来，开始。来，第二批的家长，你想要跟你的子女暂时不要，啊、哦，暂时不要让你子女瓜葛的，来来来，请上来哈、哦。你可以帮助别人哈、哦，来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啊。还有，你可以协助别人的都没关系啊，你看暂时不要跟你子女绑在一起啊。苹果都画了，等一下绝对不会后悔的。哎，我那样子不会害人的，我的最大问题不会害人的哦。快点写我的名字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青是不是？青哦，啊，青哦。好，小雅二来，来个，哎，至少一条，最多两条啦。好，
来，还有人没有哈？没有就还有没有人要上来的？不然我擦掉了哈。有人要来无？有人够无一声？够无两声？够两三声？无哈，好好来。我跟你说，假如哈，比如说我们小华呢，一左送到一星，如果那样子捣蛋，我把它稍微再画一条，结果就不一样，生命就改变了。你懂意思没有？那我就这样子就 game over 来。阿华去哪里？阿华到三多，小华到三多。我们的宋呢？到二圣秋。好，到一星星。七贤，这个没有，就跳过去啊。雅雅。到四维，小青，到九如啊，啊这个没有，你看过去，这个是不是有人啊？这个是有猪，这个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个有没有？有吗？哈、啊，猪哈，好来猪，到八德，好来，请你要去到你该坐的位置去。好，现在我们每个桌子里面都有大人的，对不对？好来哈，好来，接下来。好了吗？好，接下来，好，把各位，这个样子哦，传统的样子哈、哦，我们希望从现在开始到你离开这个教室，每个人都要永远充满着，人人有机会，个个要把握哈，人人有机会，个个把握。我们等一下呢会有很多比赛，第一名，注意听哦，我有很多比赛，第一名积分十分，第二名积分九分，第三名积分就怎样，七分，以此类推，记好哦。所以你第一次赢不代表第二次会赢啊，第二次赢不代表第三次赢哦。到最后我们算总成绩的哦，总成绩最高分的，总成绩总积分加起来最高的，有优先选择我神秘礼物的机会跟权利，这样懂意思吗？总积分哦，所以你的父母亲现在没跟我在一起，有两个机会呢。如果三多有一个甲，对不对？七贤有一个甲的人，那是不是你刚好有两个机会？机会更大呢，你在一组里面就有机会呢。对不对？机会更大，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，啊、哦，我们的热身赛哈、哦，热身赛是这样哈，热身赛让大家呢先认识热身赛哦。来，我们把那个材料包放下去一下，一人发一包。热身赛哦，先做要回力调遣的热身赛哈。来，各位，这一包神秘的礼物哈、哦，是我这样带回去的啦，但是我们只其中做一两个，其他你要带回去慢慢去用脑袋瓜想的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的加分题，我们的加分题呢，我要跟你讲哦，加分题是等一下那样子，这个上课的过程里面，各位一定会说话，因为你有一个嘴巴，一定会说话，特别是小朋友一定会讨论，一定会说话。可是呢，当我在说话的时候，你也说话，大家是怎么样？各位呢，不想听谁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只要听到我讲 attention， 只要我讲 attention 哦，你马上，请你回到你座位上，迅速、非常动作快的说 yes sir， 大声回答，双手放在板。假设这边第一组做好的就第一组哦，做好的就加一分，我只取前三名啊，我只取前三名哦，三个哦，十个人只取三个啊，谁最快的就谁先加，练习一次 ，Attention， yes sir， 要大声，我坚持了，出规定不规，Attention， yes sir， OK， 然后呢，双手放在膝盖，注意听我说话，我会讲完了以后说。动手开始做，你再去做，你别急口，你到台去。当我讲 attention 的时候，一定要回答完，回下来哦。第一组，我的眼睛一扫过去，谁最快？那一组啊，就是加分的啊。你看，很多都有机会拼完啊。来，各位呢，在你的包包里面哈、啊，有这么一个纸条，有没有？先来热身菜一下，开罐菜啊。有没有？有没有纸条？有。好，这个纸条，请你啊，这个叫台湾的特有种在聘请我。啊、哦！我去的时候，我进纽西兰跟他们讲，这个台湾特有种在地区，我看到这个人吓一跳，真的有这种特有种嘛、啊，叫做齿货，啊、哦，齿货了哈，啊，齿货呢，来这边呢，这边有没有看那个眼睛？有哈，好，你把这个眼睛呢对折，就是二分之一，纸条变二分之一了哈，我们看二分之一，一张纸把它一半折一半，就是二分之一长度了，有没有？有哈，二分之一。好，二分之一完了以后呢，接下来看到眼睛没有？眼睛朝前端，往内折，往内折。来，这个长度呢，这一段一折再一折就两次了嘛，四分之一，四分之一哦，四分之一哈。好，请注意哦，我今天所讲的任何一个字、一句话，都是等一下你冰滑的机会嘛。什么时候冰滑？等你的灾哈。我讲的任何一句话跟一个字都是冰滑的机会哦，注意好运哈。
好，第三个就看到这个喽 ，inchworm， 有人写的 inchworm，inchworm 就是英文里面的那个叫齿蚯，也叫 caterpillar， 就是毛毛虫。好，再来广外者，广外者有没有？好的哈 ，OK， 好，接下来，看好，好，接下来转身，转身哦，转身哦，好，这边看那个台湾，有哈，好来。台湾来一样，再往内折 ，OK， 好了哈。台湾有没有看到？最后一个，你看那个脚丫子是一个齿蚯毛毛虫，再往内折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是不是放在桌面上就变成一个呢折取的东西？有折取了、哦、一张纸张本来是没有力量的，经过折取以后呢，它就具有很强的弹力。啊、哦，你给它作用了，它就会叫我们像我们家里面常常很多那个什么，那个铁皮屋啊，有没有铁皮屋？铁皮屋是外面折取，对不对？折取的目的就是避免你家去把它砸破了哈、哦。好，接下来在你的包包里面有没有看到一个吸管？有没有？检查一下，如果没吸管的来这边拿哈。吸管有没有？好，这个吸管你拿起来以后呢，我们现在是无声的毛毛虫啊，无声的哦。拿着吸管吹着虫的背部，也就吹那个扭径的上方，你看到一个扭径，吹着上方，吹进，这样好、哦。它是不是蠕动前进？毛毛虫是不是蠕动前进的？毛毛虫是蠕动前进的哈、哦，有没有看到？会蠕动哦，会蠕动哦。好，接下来，这个初级班啊，还没有够多，初级班哦，就是你吹毛毛虫背部。会蠕动前进了哦，好来 ，OK， 好，接下来，看好，好，接下来，大哥呀，好，接下来这样啊，接下来我们要第一回合比赛。第一回合什么比赛知道吗？各队找一个最厉害的人，对哦，以队为单位啊。我们的一进二进三都是为五六七点八的，对不对？各队找一个最厉害的人出来，再来比赛。每个人停吹三十秒钟，三十秒哦，三十秒哦，第二哦，三十秒钟。你的距离最长的，距离最长的，几乎几分？十分。看看我们联盟有没有问题？练习时间三分钟。练习吹三分钟哦，好，动作开始。先知道了，等一下出来这边比赛的哈，代表啊。练习吹三分钟，各队找最厉害的那个人啊，各队找最厉害的那个人啊。来，找一个最厉害出来比赛哈。快哦，十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停！往台上去。四维五福跟，我都看人哈。四维五福跟那个六合哈，要加一。四维五福六合，我都这样子哦。我只取前三名哈。等一下，各队代表出来，每一个只能够吹三十秒钟。OK， 请注意，毛毛虫只能蠕动，没有毛毛虫会滑动的哈，不相信你做来给我看。第二个，毛毛虫有没有？我也不曾看过毛毛虫多少年，有没有看过毛毛虫多少年？不相信去外面找，所有动物里面的多少年，恐怕只有人类，没有了，懂意思没有？没有毛毛虫多少年？你看狗狗、猫猫会不会多少年？你问你，它不会多少年，对不对？它是往前进的，所以毛毛虫只会蠕动 ，wriggle， 蠕动哦。哦，一张纸经过折取以后，它就具有这种弹力。我们就利用这个弹力，生活中应用的，不刚刚那个那个什么铁皮屋嘛，有没有挡板都是用这种原理。好，待会呢，你出来之后，你的毛毛虫一定要蠕动。如果你滑行，你用滑梯，我会把它抓回来。抓回来哪里？哪边开始蠕动啊？哪边开始滑行哦？来，准备，一心代表，二心代表，请出列。一心代表，二心代表，请出列。来，一心代表，阿斌哦，左边。左边是单号，右边是双号，左边哦。来，二是代表，请出列，准备。我说开始，开始哦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Go。不能不要滑行。
毛毛虫不会跳跃，毛毛虫只会蠕动，毛毛虫不会跳跃啊。你这是毛毛虫在滑行，对不起，毛毛虫也不会跳跃，毛毛只会蠕动。毛毛只会蠕动吗？那毛毛虫在滑行不行。好，倒数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停。好，来喝一吸，二吸，好，请回。来，三多四为代表，请出列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停。来，等一下，你是九龙花十全。来，我们的技工姐，麻烦那个是工作人员来上来帮我一下。啊，来，让我学一下吧。我练几分就让我学，这样加了哈。好，小心哦。来，三多加十分，九加十啊。来，一星加八九分，五湖八分。二胜七分，四围六分，六合五分，九如四分，七弦三分，十全两分，八得一分。好，不用紧张，有没有机会就可以把握哈，不代表三多等一下还是十分的，没偏了啊。来，接下来我们要把热身里面就是要同学要互相帮忙。我刚讲了，这个阶梯的拼命的阶梯，把各位打上个麻将的打上个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我会给你一张空白纸，啊，就说你所学的啊，每个人一张嘛，我变成一张。你所学，我给你一张啊，特别我讲的八十一半的纸啊，每个人一张。我现在不跟你讲，你要这是标准化。接下来你的丑可以改变，你可以让它长一点、高一点、短一点。胖一点，瘦一点，吹气节奏可以快一点，慢一点。这做的里面你要做实验，也就是大的你要协助你的小朋友去做实验的哦，也是要找代表出来哈。就说你在抽烟的时候，我们要把这个尝试跟做实验的过程里面，我不跟你讲标准答案了，没有标准答案哦，你要自己做。好，一样，时间只有五分钟，每个人可以去尝试。用不同的方法去找到你个人可以吹得最快的虫，等一下也是代表出来哈，也是代表。好，时间只有五分钟，动作开始，五分钟哦。你要怎么样去做，我都不干涉哈。一人一张一粒纸啊，一人一张哦，一人一张一粒纸，好，一人一张。你的虫要大，要胖，要瘦，要高，要矮，要都可以，开始改变哦。我这个时候不跟你讲标准答案哈，改变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停。啊，跳下去。我水少会得，我听声，声音从哪里来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刚看到了哈，很抱歉哦，我看到的是五湖先来啊，接下来是一心啊，接下来是八孔。我都看到了，我也看到了，我也囧啊！你要听着听我说话，说完以后，老师开始动作，你再去慢慢讲话呢，讨论都没关系。待会出来说，老师二胜啊，三多四尾先出来，因为刚一星二胜已经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观察别人嘛，三多四尾先出来，一样，每一个人只有三十秒钟哦，三十秒钟哦，你们要选谁出来吹，我都没意见，大人小孩都公平的啊，不代表大人不理小孩啊，不一定哦。OK， 好，来，三多四尾代表，请出来。来，三多左边，四围右边。三多左边，四围右边哦。代表四围，代表有没有？好，三多。好，对，今天要三十秒钟哦。好，来，对不起，从起跑线开始，两只床不一样了哈。来，我们从这边来观察，三多的床是比较长，四围的床是比较短。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，这就是改变。这是变音的啦哈，变音里面就说我到底是从还是长的好还是短的好，当然人也有关系的啊。如果人对列入考虑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看他们会讲音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准备倒数计时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Go。好，我们有发现到三多是用节奏快一点、频率快一点的方式哦。四尾呢是怎样？老牛拉车的模式哦。有没有？你都可以观察别人在做什么哈、哦。
九分，二上八分，七贤七分，六合六分，四维五分，五湖四分，三多三分，九如两分，十全一分。好，来，接下来各位，接下来这纯粹是技巧性的哈、哦，请注意，我们的生活里面，你的东西如果做得很棒，非常棒，可是如果包装很漂亮，很丑陋，不然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然对不对哈、哦？现在我再继续给你一张纸，我们要让这只虫啊，要开始做美化，美化就是美观了哈、哦。等一下，各队也是一样哦。各队呢，就是一针一针虫出来，你出来的时候呢，顶多只能讲话讲三十分钟。我们要进什么？我们要进虫的选美比赛。但是请注意，东西不能吹，一定还会蠕动的功能要存在哦。功能是你要用的东西，懂不懂？没有，美化只是东西要能够卖出去。那我们等一下怎么进行呢？我们等一下进行的话是各队出来，每一个人出来讲的虫，然后我们每一个人会给你一张选票。选票条文，人人一张票，票票等值，包括工作人员都有选票哦。把虫摆出来完了以后，每个人都可以出来投票，但是不能投自己的，你只能欣赏别人。那如果你呢投错票或者你投废票，表示你放弃公民的权利，你不但不能那张票不算，而且你们所得的票被扣一张，因为你不懂得去欣赏别人，要欣赏别人的优点哦。你的票一定要投，这是要求，这是游戏规则啊！一定要投，一人一张票，啊，所有工作在座的看得到会有投票权，一人一张票哦，我会给你选票。那现在请你呢，用五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做上一支笔，把这个虫做美化。那你出来以后呢，这个虫我会检查能不能吹哈。你的虫如果只有美观，不能用等同一只废铁一样啊，不行哦。好，开始练习。时间五分钟，你的虫要能够吹，时间只有五分钟哦，不够纸的前面还有纸哈，不够纸的前面还有纸哦，还有纸，好，练习时间五分钟。虫要美化哦，虫美化才有办法，才能够吸引人哦，东西要好用就是要美化。讲什么？你只有三十秒钟哦，要讲让人家投你一票，任何语言、任何花俏的东西、任何形象的说法，我们都不干涉。听懂意思没有？你要大人出来讲也可以，小孩出来讲也可以，我没有干涉哈。好，来，各位代表的床，请拿出来，请拿出来。啊、哦，十一分钟之内没拿出来，那床就弃权了。啊？可以。你要唱戏也可以，哪一队？哪一队啦？刚刚四伟对吧？四伟哈，四伟哈，哪一队？四星，好啊，哪一队？六合啊，六合，来，哪一队？五合啊，来，五合，来，哪一队？还有，还有三十秒钟，接下来就弃权了。你是哪一队？好，二三排。来，哪一队？来，七姐还没出来哦。哪一队？九如，好，九如啊，九如，九如，好来，三多，三多在哪里？三多后来，三多来，还是老巴德，好了，巴德，来，七姐，七姐还没出来，七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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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七姐。七神，还有十秒钟，九、八、
七、六、五、四群吗？好，来贺平，请注意哦。等一下出来的时候，如果你小朋友想要说话，可是不太会说，你大的就要出来帮他壮胆，可以，可以哈，帮他壮胆可以哈。但是以组为单位哦，我们是以组为单位，这个很重要哈。有没有问题？来，五湖代表请出列。五湖代表来，五湖你的床我要检查一下能不能吹哈。你的床位不能吹，就失去原有的光谱就不行了。来，五湖来吹一下，你的床在哪里？吹一下，你不能动。吹一下，你不能动。要会动才可以哦。好，他不会动啊，不会前进啊。我趴在那边了，好来，五湖床哦，光能性。不那么强啊！来，五湖请说，开始，你要拿手给大家看。其他小朋友，嘴巴拉的关节来办理的，顺便扣一分哈。来，五湖请开始，三十秒。不要跟我讲，你是要跟他们选，不要戴他们手套，不在我手上啊。好，他有一对翅膀，我帮他说了哈。还有一对翅膀，有尖牙利齿，还有形容词哈。在哪里？哦，他眼睛很小 ，OK。不，会飞哦，那飞给我看。他会飞，你说要飞给我看啊？哦，平常不会飞哦，哦，特殊场合才会飞哦。好，来，五五，好，请放下，时间到了。好，来，他高攀了哦，眼睛很小，翅膀会飞啊。OK， 好，五五的哦。啊，你还打开风，请各位试我一跳，这样子吗？一跳在他们身上，不在我身上了，我也一跳而已啊。六合七了。来，各位，如果你今天那个声音呱呱呱呱呱呱干扰别人的啊，你会被扣分的，你会被扣分的，要注意跟别人说话。哎，开始，三十秒。哎，我看这个五的功能。好，可以，来，又有人拿起来给大家看。好，类似星空那个作品。哦，上面长很多眉毛。哦，啊，他还是蛮可爱的，还没有。龙膜 ，OK， 好，六合，请试我一跳啊！好，不让我们这样啊！来，是六合的作品，来七弦代表请出列，来，请出列，来，这个代表啊，我们是组的单位啊，所以大人小孩都公平的哈。哦，你是请小朋友拿出来啊，争取选票。这是我的床床，我是花枝笑眯眯的床床。有爱心，有项链啊。哎，很好，还有没有补充的呢，小妹妹？请看啊，是我一票。好了，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请放下。好，接下来八的代表请出列。哦，他们双黄的啊、哦，八的刚刚帮这十分的代表出来了啊、哦，来八的。你要不要放麦克风说话？来，放麦克风说话好不好？来，不要，好来，让他嗓门够大，来，给他鼓励鼓励。
么？好，水和花的一样，好，好，这八盆作品呢，我都摆在这边。好，来，接下来酒炉代表请出列。你要先检查一下你的虫功能性有没有啊？没有功能，这虫跳都等于没有用啊！哈，有没有功能？要有功能的虫才有用啊，对不对？要蠕动啊！啊，你这个功能不要了，功能要先有嘛，要会蠕动啊，要能够产生弹力才可以啊！哈，好，好了，来来来，这个他们来开始说话，30秒钟。会吸血的，不要看我，我就一张票，他们才有很多票，哎。会吸血的毛毛虫，头上有一个有毒的脚丫子，有蓝色的耳朵，有波浪的脚。好 ，OK， 还在补充。好，那你要请示我一票。好，很好。啊，这九炉的虫虫啊，哦，对不起，他已经跳大双了啊。九炉的虫虫哦，九炉的虫。好，接下来请十全，来，十全代表请出来，把你的作品先交出去哈。帮我写一张那个。只有30秒钟哦，30秒钟要练习说话哦。哎，要大家投你一票，要会懂，要会说话，来，请了。我不要像这样。在前面，在前面，好不好？这样哦。来来，很好。好，他会蠕动，好来，请拿起来给大家看。大家好，我是十全鼠。这只毛毛虫，因为很喜欢玩扑克牌，所以它的头。好，有它的弹力哈，来，请说。哦，棒棒糖哦，爱吃棒棒糖的虫是这样吗？好。不要看我了，我这一张票啦，要大家哦，眼神要关在你，在他们不在我哈。我只帮你附送大声点。所以他蛀牙了，只有两颗牙。哦，他蛀牙了，只有两颗牙齿。好了吗？好了哈，好了，来，要请大家示意一票啊。好，请大家示意一票，来，二胜，请了，二胜来，二胜的作品啊，二胜的啊，你看看，二胜的啊，好来，来，请。好，有它的，有它可以蠕动的现象。好，来，停。不要看我，票在他们手上，不是我啦，我都忘记了。哦。哦，做纸牌椅子哦。
你要不要麦克风？啊、哦，看得到吗？好，有没有补？还有补充说明？没有，好 ，OK， 二胜，谢谢。来，三多代表请出列。来，三多的代表的作品啊、哦，三多的作品在这边哦。三多，来代表，好、哦、来，来 ，OK， 二来。你要不要麦克风？好，二来，来，三多代表来，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三多族。大家好，我是三多。花花哦，很多花花，还有闪亮的眼睛啊，还有闪亮的眼睛。他今天喜欢花花，他就是笑脸，他满脸都是笑脸。啊、哦，他满脸都是笑脸哦。然后他洗了没事就用二手，大白色他上面有写用二手学校。哦，好。对，你看小朋友作品哦，他不太会说话，哎，大班的哈，哦，那很好很好，妈妈帮他说。请出票，三多来，四维代表请出列，来四维代表请出列，四维的代表哈、哦，四维的作品，四维的哈、哦，四维的作品啊、哦，四维哈，好来请了，先求功能要功能哦，好、哦。四维哈，哎。然后呢，你的脸可以有个漂亮的眼睛，有个红彤彤的腮红。有个漂亮的眼睛，有红彤彤的腮红。他走路很快，因为他身上长了非常多只脚。然后呢，他也有一个红色的尾巴。OK， 好了吗？好，好、哦，还有红色尾巴哦。OK， 你们可能第一次练习说。好，请大家试我一票，来，请下去。啊，各位，我等一下哈、哦，我跟你讲怎么投票嘛。我跟你讲怎么投票哦。你们身上都有一张空白的票，不是支票哈。这个票呢是这样子的 ，OK。好，请大人帮忙，工作人员帮忙一下。这个票呢，就分成上半段，上面就写你是哪一队。如果你是二胜，写二胜。这样知道吗？上面，然后上面写你是哪一队的哈、哦。下面你要投给谁？如果你投给三多，就投写个三，三多，也表示说这张票是二是投给三多，这样知道吗？如果你不会写中文字，他的话以后呢就写三。小朋友如果还不会写字的，请大人帮忙，再说我们在尊重他哦。现在请再看一次，再开始哦。我再用最快的方法给看左右两边的荧幕哈，节省时间。来，这是一星的作品，你要投给他就可以开始了。这是一星的作品。一星的作品 ，OK， 好，哎，不要对了啊，这是二胜的作品，二胜，哎，一星的棒棒糖，二胜的这个，哦，很漂亮啊，这个我不太会画哈，二胜的作品，生动的毛毛虫，吸血鬼啊，我的整个吸血鬼，这个是三多的作品，啊、哦，三多。有漂亮的眼睛，啊、哦、啊，真、哦、的，有漂亮的眼睛，很漂亮的眼睛啊、哦，三多的作品，好，这个是四维的作品 ，Hello， 还有尾巴红色的，还有呢眼睛，很漂亮的这个角毛啊、哦，四维的作品，好、哦、，OK， 这个是五福的作品，我记得会飞啦，现在我都不记得了，翅膀会飞啦，我没看过毛毛虫会飞啊，我倒是希望你带我去找了，看有没有毛毛虫会飞啦。好 ，OK， 好，冷静好，好，来，这是四维的，五福的作品哦，五福哦，好来，这个是六合的作品，他那个眉毛啊，还有转弯哈、啊，两只脚可以转弯，六合的作品 ，OK， 好来，这个是七贤的作品，七贤的作品 ，OK， 好，这是八德哦，这是你们，哎，泡的作品。巴德的毛毛虫，巴德，好，这是九如的作品，九如哦，是叫毛尾怪的吸血鬼哈、哦，别拍了，是吸血鬼的哈、哦、，OK， 好来，这是石犬的作品，石犬哦，石犬啊，喜欢条纹的作品，
朱老师就是朱老师都被切掉了，哦，这有以强调他是被切了哈。好，请各位开始投票，时间五秒钟，开始投票哦。投好了以后，请工作人员帮忙说，请工作人员帮忙说要一星加三分，好来七贤加两分，还有呢九如加一分。民警局，我讲有拼盘机会啦，有拼盘，人生海选走到尽头，每个都有机会拼盘啦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个都有机会拼盘啊，拼盘就是怎么样，心理翻身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的重，我们今天呢在外面的公告是要做十字标，我们还是要做啦。可是因为哈、哦、很多小朋友这么小，那个打哈、哦、对他来说太困难，大人呢可以拿回去玩，我们还是把它做起来好不好？避免说广告品真实做，你看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把十字标材料发出啊。我们把十字架全都花去哈，好、哦，来，我们好、哦、做完了以后就可以带回去哦，好、哦，带回去。四个已经画好了哈、哦，这边上面有画线，有没有？都有画线 ，OK， 这边也有画线，有没有画这样这条线？请你呢，小朋友不会剪的自己剪，不会剪的大人来帮忙，把这个线呢这边剪掉，这个剪掉，这个剪掉，这个剪掉，就变成一个这样子的姿势，有没有？哎，所以一个板子可以四个人用，有没有看到？一个板子可以四个人用哈、哦，那个板子我们刚刚是服务员都帮他弄好了哈、哦，剪起来是什么样子？长这样子。剪起来以后呢，请大人来帮忙。这边尖尖的，这边要把它修边，修边，修边，修边。也就是说，你这个边呢要修一下才会圆满，万一分心哦，不要产生意外哈、哦。那我们得不？好，动作开始。做出来作品长什么样子？作品就像这样子的十字，有没有？作品现在才有十字，有没有？我们叫十字标，有没有看到？啊、哦，做起来这个十字哦。好，好，开始。好，接下来，开心。接下来哈、哦，我拢看，恁家我拢看，我目睭足光明、足来的啦。哎，我目镜，我目睭足来的啊。那个五哦，那个五啊，专门要赚分数的，他大声，大声。你有回答 yes 以后，你的动作就很精密喽。接下来我们要做那个花色台，那个花色台哈、哦，有个筷子在你包包里面，有个筷子，有哈，有筷子，有一台橡皮筋，好，请注意哦，这个橡皮筋哈、哦，这个橡皮筋你先做实验，橡皮筋这种塑胶类的东西，只要你快速摩擦的时候，啪嗒，放在二楼那边会变热，如果你不拉是冷的，冰冰凉凉的哦，你一拉会变热，橡皮筋呢，请你把它拉紧，会变得很细，一细的时候，把它这个筷子刚好台湾的筷子，全世界只有台湾这种筷子啊，啊、哦，刚好上面有个锅槽，有没有？然后绕圈，那桌上呢？请注意你的桌上是不是有那个电工胶布？我们画下去了吗？好，电工胶布哦，用电工胶布把它缠到起来。我现在缠到给你看一下，借我一下。来，请看一下啊、哦，在你的工作桌上面这个有个橡皮，有个电工胶布有没有？
来，等等啊，走了哈，走了，走了，然后拿起来，对方就不把它滚个几圈，滚个两圈，它就质量很紧的，这个就是我们画色牌。现在问题吗？电工胶布有个很大的好处，一扯就断掉了。如果你还扯不断怎么办呢？拿剪刀剪。动作开始，来，请看着我这个标哈、哦，有两个哈、啊，我现在设置给你看。但是这边等一下飞出去的时候，势必满地都是啦。请各位注意看，我教你哦。这个标它有三种射击方法：左手拿标身，拿这个发射架，左手拿发射架哦，右手抓住这个飞镖的左耳朵，这边有十字形嘛，对不对？放左耳朵。你放左耳朵的时候呢，手抓住橡皮筋，这样子。OK， 请注意，这是第一种射击方法。这个板子跟筷子是平行的这种射击方法。那我你们这边请你不要射击啊，因为这射击一定打出去，打出去哦就会先剪，这样子就场地就很快，好不好？请各位注意哦，等一下去外面操场慢慢的玩，玩到天天都没关系哈、哦。那写名字哈、哦，好，我现在示范给你看哦，就这样子射击。现在你试试看哦，这个标出去的时候呢，因为力量在左边，力量左边，所以这个出去的时候，这个标呢会产生顺逆时钟转动。逆时钟转动的时候，请你注意观察一下，这个标去的时候，它会是逆时钟的抛物线运动，还是顺时钟抛物线运动，还是乱七八糟的？那我现在示范给你看了啊，来，那个工作人员放开一下，等一下帮我捡过来啊，这样子会不会？来 ，3, 2, 1, go。他看到美女就闪开了，天啊！他看到美女就闪开了。哇，老大聊到自己了，来。好来，第二个，第二个，注意哦，它是一个转动哦，啊，那第二个呢？这个标哈、哦，如果你把它，哎，啊、哦，你放在左边，也就是从你这个方向看，它是右边受力，有没有看到右边受力？右边受力啊、哦，它推出去的时候啊、哦，这个力量会这样旋转，顺时钟连旋转，顺时钟旋转的时候，请你注意观察，运动风就是有趣的，它这个时候又打出去，那这样哦，好 ，3, 2, 1, go。要飞得过远啦、啊，这边空间不够大，它会形容很产生一个顺时钟的转动。OK， 好，第三种射击方法，你在外面的文具啊，应该可以买到那种飞镖，是这样射的，有没有？像飞盘类似啊，这样勾着，把你的飞镖跟你的筷子是垂直的，这样子打，这样也可以，这样出去的时候都这样转，有没有？好，这样转到底怎么运动？你去做实验，我跟你讲，嘿嘿嘿，自己做实验然后去操场里面做，哎，嘿嘿嘿。没错，就这样子打、哦，然后你把你的发现呢，就可以呢变成科学实验，这样懂意思吗 ？OK， 孩子呢，先从玩开始玩哈，游戏从玩开始，因为孩子在玩，其实就是很年轻知识的方法，好不好？这么玩哦，好不好？这样子设计。那我今天就不秀啊，因为呢，我要你去做实验。现在我们联合，啊，都有大人来嘛，所以大人等一下带着小朋友去户外玩，好不好？也就是到户外玩。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做呢。要来做接下来非常激烈的、非常激烈的哦，脑力激荡的哈。等一下哈、哦，等一下我们要进行一个比赛。这个比赛是这样哈，这个比赛这样哦，把我们今天你从你进来，从朱老师、朱教授介绍 Nelson 开始，到现在讲到这边，包括等一下你从这个过程里面你学到什么 ？What do you learn today？ 你学到什么 ？OK， 你发现到什么？你看到什么？你学到什么？懂意思没有？你学到什么？就是你学到你学到什么，或者你看到什么现象？包括我举例，包括我们这样子，这样经过折取以后，它就具有弹力。比如说这样，那我们等一下这样哦，这很激烈哦。等一下呢，是从六合开始，讲一次只能讲一个答案，一次只能讲一个，讲对加一分，讲错划定，因为本来学习就可能要允许你错误。不要说啊，我讲错会被 K， 不会，讲错都 pass 过去。讲错，如果你讲到答案是别人讲过的，就倒扣一分。也就是说，你要注意听，把它恭维啊，要注意听哦。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每一队都有三秒钟跳过去的时间，三秒钟没讲话就跳过去了啊。三秒钟我会比3、2、1，三秒钟掉跳下一队了，所以你要动作很快。现在时间3:44。你有5分钟的时间去讨论，小组讨论，我们今天看到什么，学到什么，发现到什么，记得什么，感想什么都可以。动作开始，5分钟哦。请注意哦，一次只能讲一个答案，一次只能讲一个哦。
讲对加一分，讲错没有关系，讲到别人讲的答案或者重复，倒扣一分。哎，那我们得分。好，六合准备，要看我的手，开始。好，他说把那虫的面积变大，他的受力面积就变大，是这样吗？这是你做实验的哈、哦，我们姑且不论你的实验对还是不对哦，这是你做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六合加一，七贤。欣赏别人。欣赏别人，七贤加一，八德。团结力量大。团结力量大，八德加一，九如。小莫 ，OK， 那等一下麻烦你哦，来的时候桌上桌下干干净净，回去的时候也是干干净净。那我们的包包里面还有东西，今天没有做了。还有一些东西今天要做，我秀给你看就好哈，我秀给你看了，好不好？你的包包里头是要变哈，那我秀给你看，这个包包做什么？包包。啊，你这个包包里面还有东西有没有？那这个做什么用哈？你回去再进行变化好不好？来，洗个澡好来，这是一只螃蟹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个螃蟹呢，你只要把它一折。我这个做示范教哈，一折好不好？这一折你拿着吸管，好，这个螃蟹你就拿着吸管，啊、哦，这个螃蟹哦，一样哈，你就拿着吸管哦，吹它的底部，不是滑行啊，是这样。它就蠕动前进，有没有？好，接下来继续变化哦。剪刀借我一下好吗？剪刀跟电话教授借我一下。你回去可以改变啦、啊、OK。这个吸管你把它剪断。OK。这个吸管就是一般你去那个市面上拿的吸管就可以了。剪断，拿着这个剪刀。OK， 然后剪断，剪断，好不好？这个你以后有空的话再做，今天我再做示范给你看哈、哦。回去有很多很多的变化了哈、哦。好，把它剪断。剪断了以后呢，就拿这个刚刚这个吸管，把它包在什么地方？包在，我们厂长不是台北什么大肠包包什么？大肠包。大肠包小肠，我们就是这样，大吸管包小吸管一样啊、哦。你就把这个吸管啊、哦、包起来，包起来、哦。吸管你家里很多了，麦当劳也很多了，就可以自己来做了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个是讲声音学，声音怎么产生的啦？哈、哦，这可以变成摩斯密码，教英文的、啊。我吹一组摩斯密码的 SOS 嘛，就是救命啊，救命啊 ，SOS 有没有 ？S 就三个短音 ，O 咯三个长音 ，S 三个短音。我们在户外，我在科学公益博物馆办一个营队，叫做科学求生体验营，晚上就是用摩斯密码看看对方是谁，用英文沟通啦，讲英文。今年的科学求生体验营，那韩国人要来当我们的服务员，就跟这个大学生一样。所以我要求他们要讲英文，用英文沟通，就这样去哦。好，懂了啦，就这样哦。你就是这样子啊、哦，回去家长跟那个小朋友比赛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这两只宠物会爬，对不对？开始 PK， 看谁能够爬到对方身上去。啊，如果家里有四个人，四个人就怎样？你只要讲一句话，什么？螳螂缠麻雀在后，有没有？这个是刚好，你要攻击别人，你要避免别人来攻击你，有没有 ？OK， 这个可以做。这个呢，就可以怎么样 ？SOS。要吹小的吗？啊？可以啊，你可以改变啊，很好。科学家都这样一直问问题，科学家总是问问题啊，对不对？做科学标准答案嘛，你就可以这样子吹哦。然后变成什么？变成家上英文课。我是吹一个呢 ，I love you。你爸爸、妈妈听不懂，根本它是密码。OK， 它有模式密码可以创造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哈、哦，这个材料包里面还有一个有没有？这个材料包里面还有一个哦，有个吸管有没有？这个吸管你拿放进去。数码宝贝的。哦，这个吸管放进去哦。这个吸管你放进去的时候，注意用你内心的世界告诉他，吸管，请你跟我对话。哦，来自大汉，想要知道答案，来科教中心找。
找你的生命中的科学启示吧。谢谢各位，拜拜。还有一个我们要教了，这个是要教了，还有两孙子，这里都要教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太多了。啊，你要得到我的枪，请哦，来客栈中心报名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怎么了？啊，这个意犹未尽，所以我们下一次办一个那个做这个枪的工作坊，要参加的请举手。哦，你看，基本观众全部有了。所以我们这个 Handsome Nielsen 今天的表演非常精彩，对，所以一定要先送到我们科教中心的感谢状。哦，那么好啊。哎，我要把他的黄在案头上面，再支再支，对，谢谢谢谢啊，谢谢。有空来高雄玩，高雄在南台湾了，好不好？在九如一路啊，高妈啊，去找你去报你找的。阿林的营队有个长沙，要我要火车回来的哈、啊。哦，那个很有趣啊，那个很有趣。但是今年的第一批是要讲英文吧？哎，小粉丝有问题要问老师，哎。要不开了、哦，我不能跟你讲，因为我要让你想的呢，你们自己想好不好？我如果跟你讲，你就不会想了；我如果跟你讲，就不会想了，好不好？有些我是希望你去想，要头脑去想才会变成你的知识。如果都是老师跟你讲，就跟笑话一样啊，笑话听完了很快乐，两天不讲就忘记了。笑话嘛，你看群里每个都学了很多笑话，那你讲个笑话，第二天讲不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讲。不要选，好不好？小朋友，我不跟你讲答案了，因为你要去选，好不好？谢谢啊，谢谢。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啊？好，请说。来，那个Sample留在旁边，好不好？待会可以。啊，待会再来，再来看。有一次再来绑，好不好？就是麦当劳多喝几遍，把那吸管拿过来就好了。要。要拿吸管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要不要到户外去射？好、哦、好，那个枪啊、哦。有拿到枪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到那个户外，因为他们也要试他们的十字标嘛，啊、对不 对, 对？我们的这边场地没有办法、啊，这边不适合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是广场哦。好，我们现在到广场去，好不好？可以试看我们的十字标，也可以试我们的那个枪。用。